等等等等等等，哎，我去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是什么？小红帽，哇塞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是 S 加啊！哇，好大的一张啊，小伙伴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评论区打出这个字是天才，真的还是假的呀？哇，小伙伴，我们用这一张大卡跟这家玩具店的老板，好吧？小伙伴们给主播点亮小红心，那我们一起给主播加油吧！他一定会喜欢的，给他一个惊喜吧！哇，发生了什么呀？这家玩具店，我去，这家玩具店倒闭了呀！不许笑，不许，哈哈哈！什么情况呀？哇，这家玩具店怎么倒闭又倒闭了呀？完了完了完了，出事了，这家玩具店又倒闭了！哇，小伙伴，你们想不想要这些呀？赶紧来捡！我去，哇，这些都是传奇迹啊，第九弹呀，最新的！哇，就是能出，哇，好喜欢这个刷人呀！哇，还是带有，如果带铅的话就很帅了。哇塞，你们看到没有？这个是带铅的呀！哇，好帅呀！我们来看一看吧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小伙伴，这是什么情况呀？小伙伴，你们知道这家玩具店发生了什么吗？哇，这家玩具店倒闭了，这可能是最后一期视频了。不许笑，不许，哈哈哈哈！哇，什么情况这是？不许笑，不许，哈哈哈哈！哇，不是吧？这发生了什么呀？这地上，我去！哎，我去，这是什么卡？哇塞！小伙伴们，我们用这个跟老板换这些卡片吧，再换点卡包。哇哇塞，好帅啊！再看看，再看看，哎，这边还有卡包。哇塞，这边还有卡包哎！我们看一下吧，我们挑几包卡包拆一拆。哇，这个是奇迹，我们挑个多挑一点吧，挑个六包。好吧，拿回家拆了，老板结账。哇塞，小伙伴不许笑，不许哈哈，这卡好帅啊，真的好帅啊！哇，小伙伴，你们知道这什么卡吗？你们喜不喜欢赛罗？你们喜不喜欢赛罗啊？哇，好帅，好吧，我们开始拆卡吧。来，第一包，打开吧你。继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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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开吧你。我一张 SSR 卡，继续打开吧你。哇，奇迹第九弹。看能不能出来一个 S 加卡，哎呀，什么都没有啊，还是这些比较帅啊！哇，小伙伴，你们喜不喜欢这些卡片？哇，真好帅啊 ！S 加赛罗，好了，小伙伴，咱们这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。